新闻现场直播，欢迎您继续收看。知名的港星吴孟达2月27日下午呢，因为肝癌离世，享年68岁。好友田启文代吴孟达的家人宣布吴孟达于27日下午5时16分在香港医院离世的消息。他在2020年年底发现自己罹患肝癌，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。然而近日虽然完成手术进入化疗阶段，仍不敌病魔引发多个器官衰竭病逝。吴孟达22岁出道，从艺48年，生前拍下不少家喻户晓的电影。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，最经典的当属李月星、周星驰合拍的喜剧片，如《赌圣》《逃学威龙》《九品芝麻官》《喜剧之王》等等。他在影圈也得到广泛认同，曾获得多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，并以《天若有情》荣获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被印尼的观众所熟悉是与童星释小龙、郝邵文一起出演的《笑林小子》中饰演大师兄。美都新闻整理报道。